汤圆，汤圆，汤圆没去喽。哇塞，在这里啊！哇，哎，你就是不认你。躲在这里干嘛？喊你到我家跑，听到吗？听到没有？妈妈喊你有没有听到？啊？喊我到处乱找。妈妈喊你人不应呢？你要哎这样说。哎，都聋了。听到没有？喊你要音到知道吗？听到没有？知道。知道个屁哟！喊那么大声，你们你。 你不吭声，我还有一旁拉你去了。去洗手间，洗手去看妹妹。婶婶是那个妹妹，我们去看妹妹好不好？好。好啊。嗯。要妹妹。我二叔家添了一个妹妹，吴姓家族又添了一个成一位新成员。妹妹，哎，去洗手去看妹妹啊。我们过去，今天我二叔他们请。 我们家族人来吃顿饭，所以我们过去帮忙做事。把婶婶带进，叫个红包给妹妹。这个钱给婶婶。嗯。看样子有点懂事。不要跑啊，走啊！哇，好多野果啊！这里都是你摘的，都是你吃的。整块这个区域的野果都是汤圆的，没有跟他这么大的小朋友来跟他抢。 给这个给妹妹，这个给妹妹，快点看下妹妹。你要抱了，你要护着妹妹不？要啊。你要保护妹妹哟。啊。哦。哎。你要了。哎。到哪了？什么呀？ 哎，那还包了，老弟。我那个有动脑子的，放心，别动。哎，这个给婶婶，这个给婶身，这两个给婶身。这两个给婶身。蛋糕，蛋糕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呀，妹妹，不辛苦啊，姨。 不用，还有空调，还我开一下是不是？这个是给你，这个我们家里面鸡没有了。不用的，帮我客气。快抱妹妹了没有？抱了没有？去抱吧，去抱吧。又多了一个妹妹了。辛苦了，抱一下妹妹。快去抱妹妹呀！抱呀！啊？你去看一下妹妹像谁？看。我们又来了个妹妹嘞！哎，我们家又有一个妹妹了。来来来，抱来。看，抱妹妹，妹妹。抱呀！ 啊，不熟悉是吧？我不抱你也抱，抱呀！当然也要抱。哦，妹，这里抱过去吧。刚刚才探探的抱嘞。是啊。像谁呀？像谁？然后我觉得7斤2两。哇，比你那个时候还胖。你7斤？那时候我去检查的时候，那医生说只有5斤多、6斤都没有。然后医生下来7斤2两。你看没下巴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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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下巴。你看。好可爱的妹妹呀，又有伴啊。 妹妹吧，妹妹，这次你要带妹妹去买糖了啊！你做哥哥的行不行？要带妹妹去买，好的，好的。你们家安心几年路段？哎，那我那我很努力。哎，比如说放到耳朵里面去，他不是有那个黄疸有点高，他也是，然后那医生都说黄疸有点高，要有观察2天。你不想也转？他也是进去几天，还好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 老混哦，咱都没打野，咱那姑娘老。小妹，来，你这样播呢？这样播，来，这个给你播。 这个大大的。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导演。
你一放他就睡醒了。我特意去换了件衣服来放的。三嫂，这个好运送给你了。下一个，我要，我要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就是那个是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耶耶哇，真开心。你来来躺落了。咦，你也，你看妹妹躺落了，你看妹妹肚子大过有个大妈摸，姐，你住了。你躺落了。你看妹妹，她一下你哇一下睁开眼睛，你闭起眼睛，她一下又笑了一下。很好，我也快了。现在张开嘴巴，我也快了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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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抱，你来抱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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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们说过来办公的，但是好像没有我们的事。男同胞太勤快了。奶奶，这样干吗？我的